我身上这个是什么色？卡其吧。你取名的，你这边给我卡其吧。怎么办？燕麦很好看的。对啊，燕麦就是很温柔啊。可是你不适合哎、欸，你适合粗犷一点的。他说既深与合身量，最怕同时有卡其跟燕麦色。卡其跟燕麦，你选一个健康肤的。燕麦，我也好好看。我觉得我会选这个色哎、欸。啊，深灰很可以哎、欸，深又不会像黑色这么深。如果你的衣服啊都是买浅色系的，你就可以买黑色来当外套。这件超级 PT 舒服的，很柔软哎、欸，它的长度也非常刚好，因为它可以盖到屁股，而且它真的有蓬袖呢。嗯，这个蓬袖代表说你可以里面塞毛衣，对，它其实手袖还是进得去，厚薄度大概我觉得 2.5 吧。我会买深灰跟燕麦，但是如果健康肤色浅灰是不是也可以？是可以的，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掉毛？我告诉你，它是毛呢的，所以基本上不会掉毛，它会不会容易起毛球？正常穿不去摩擦它的话，基本上它不太容易起毛球。